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能拿六个菜来您这儿换几个特色菜吃吗？啥意思啊？就是我们想拿我们的六道特色菜来您店里换几个，几道你们的特色菜吃。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的？啊，没有开玩笑，就真的。啊，真的，就大家相互换几道菜吃一下。这是我们的厨师铁蛋万民。那我要去找一下老板。您当不了家吗？我当不了，那稍微等我一下可以吧？啊，好好，这边生意是真好啊。对，装修的。对，河南的，对，河南跑四川这么远，对，你们应该赶到我们那个每年的那个9月1号女儿节来。女儿节？对，今年那个武则天嘛，这个非常的热，要办那个什么划龙船啊，然后什么烟花表演啊什么的。哎，来不及了呀，都不热了。乖哥。四川的爷们儿，女儿节呀、啊。我们6、7天，我带你去找一下我们老板吧。好好好。你好，老板。哎，我们今天想拿几道特色菜来你那里换几道特色菜吃，可以吗？那么换？就是我们先尝一下你们店里的特色菜，然后我们再给你做几道特色菜，交换一下，交换美好。这是做啥菜呢？我们做的这个川湘菜、鲁菜。哦，那这种不得行啊，这种上开高峰期哪得行啊？这太麻烦。那等一下哦。你们先在那个找个地方坐着嘛，找地方先坐着嘛。行行行。你们先喝点水吧，我还厨房准备哈，等一下给你们上菜哈。行，谢谢老板。今天不着急吧，鹏哥？不着急啊。哦，今天就、我不是自称川湘菜大师嘛，我今天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，没有对比就没有高低嘛，是吧？我们有重庆师傅，哦，还有绵阳师傅，还有石龙师傅，啊，想挑战哪个？不是交换美好，待会儿咱可以同时做嘛，同时做就是我也学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那就是我们也不着急吃，马上等后厨忙完了，就我们用你的食材，马上。也可以了，你们先喝点水嘛。啊，好，你们先坐哈，我先过去。好的，鹏哥，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江湖？江湖是江湖啊，对，江湖是人情世故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知道吗？哦，应该这样说，江湖不是你全国踢馆，而是人情世故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对呀，哎，上去看看怎么弄，人家那边都忙得差不多了。好，看看准备一下。行，去后厨转圈，马上换衣服开始干活。好的。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下厨房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换衣服，好，你做菜了啊？哎呀，其实我也手臭呀，我也不忍心杀他呀，没办法。没有一只兔子可以活着离开四川。
我的川香菜大师姐做的菜怎么样？麻而不俏，辣而不燥。啊，看大家入座。来来，坐。你们先来，你们是客。欢迎东哥团队，好，各位到我们清一色啊，欢迎。好，欢迎。下一个。我这个叫鲜椒霸王醋。咱家那个叫碧山兔，我这个比不了。你这个不是四川的四川厨师，把这个到位了。这个是江湖菜的鼻祖，来凤鱼。为什么没见你做过？我这不学来了吗？余老这道菜它有江湖菜的一个系列，就是江湖菜的起源来自于这道菜碧山兔。我来评价啊，麻辣鲜香，麻而不跳，就是说麻的嘴唇不会跳，辣而不燥，真的特别下饭。这个重庆的碧山兔、来凤鱼，自贡的哪两个是？松东鲫鱼啊，松东鲫鱼，绵阳的爆炒系列。今天这一桌把川渝都吃遍了。对，那你刚才在后厨拜师了没有？我不来了吗？师傅在上，哎，老狗，受徒弟一拜。师傅哈，我给你多休息。没有，在心里才行，对不对？欢迎你以后去我们河南啊。好，谢谢。口感很好，跟石头似的，是的，很暄乎。人家的兔子肉这么嫩，但是吃起来它有紧实，但是嫩，你的有点老了，要学习。行，咱四川人民这个智慧很造出了很多，像这个郫县豆瓣啊，然后这个温江酱油啊，这烹饪调料，只一物显一性，包一菜成一味，最终形成在这一菜一个，百菜百味。对，这种餐菜。哎呀，你会宾多呀，我给你看看。我没有喝多啊。什么？点啥一个？就是咋敬了酒？那可以啊。啊，今天都外面老师。为啥要敬他？看不出来。我简单的就。哎呀！哎，你过来，还有重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如果提款失败的话，可能会留一个人下来。明白。大家都是聪明人。你是山东人吗？济南的，河南的，嗯，济南。从今天开始四川的，四川广元的。欢迎你今早到四川。这个。一直喝。哎呀。我这人比较腼腆，也不会说。我最近啊，刚学了一首诗，是形容我们河南这个酒文化。风吹河南，闻酒香；人过河南，醉一场。但愿黄河变成酒，浪来一口又一口。这是我们河南。以后出来，咱走遍全国来，你也得多练练谈吐，不能光吐痰。来，干一个。这是我领导，老板。好，这么干。心在江湖无所谓，身在江湖不留级。那横批嘞？横批。清一色江湖。清一色江湖菜，万民老师。关心关心的，老年人比较关怀。在左边。我发现沉默是金啊，人要矜持一点。你看大家都喜欢我，以后再也不说话。不光你啊，都说万民帅，长得比我帅，但是这么多年啊，我也从来不生气。虽然没万民帅，但是气质这一块我也拿捏得死死的。喊姐姐。姐姐，小杨给打个样。姐姐。四川是幺妹，这个湖南是辣妹。不，我们喊的是宝贝。好，你喊他宝贝儿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不，喊你们这个山东的，山东什么方言？姑娘。哦，我们河南喊的是妮儿，你长得还怪带劲嘞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，我奔江心向明月，对吧？就是有的不能勉强，长久的瓜不甜，但是它可以解渴。你喜欢一朵花。不一定要将它保护好，但一定得将它摘下。都是文化人。采访你个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爱情就是两个人可以共同成长、共同进步啊。那个就是快乐的、不好的、难过的、成功的、失败的，都可以一起分享。你这个要谈恋爱，我告诉你什么叫爱情。那你介绍过嘛？我就是准备谈恋爱嘛。你喜欢吃的是川湘菜。喜欢的吃的是辣，万明做的是卤菜。有一天万明说，哎，我要为了你改变，我要学会做川菜。哎，你说不用了，你做的卤菜我已经吃习惯了，两个人之间融合了，这个叫爱情。那你牵不牵线嘛？你说的那么繁琐。爱情就是爱情，不是打打闹闹，
而是到点关灯睡觉，兜兜转转。也是，这里的人美心善。哎呀，光，那你那个墨镜怎么着？看能不能改？没问题啊，可以啊。以后炒菜的时候，天天。万一老师必须的，戴一下。戴上。哎呀，哎呀，帅气，啊、帅气，一人。这就不是外面，这是黑猫警长啊！那我们是到江湖里面来讨教，多有打扰，对，来学习。先给向总碰一个，嗯，首先再次感谢静姐，再次感谢我们向总的团队和哥哥们大力支持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，此生不悔入川啊！交换美好，愿我们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干杯！四川人民的热情肯定感受得到，不值钱，但是不是跟之前不值钱没有关系，心意领了。放车上，他都走满了，哪怕我们下，我下对。接一箱猕猴桃，接一箱。对，就只烤着上上，都在上，都在烤着上。不，我们去吃什么了？就一碗面。哎呀，我送碗面。我们尝一尝。啊，你送你碗面，你送。哎，美女，去，接。来上。